你们再也不要买杂牌的脆虾片了，你看一下咱们这个链接，这么大一包才什么样的价格，而且咱们这个是三只松鼠大品牌的，咱们这个可不是160克170克的呀，这个分量更大，一大包足足有200克，对于200克咱们可能没有什么概念，咱们平常买的那种薯条薯片一包也就20-30克那样一小包，所以说这个价格到手整整200克，这个分量可真的太合适了。你看看这满满一大包，量真的超多，它这个吃起来鲜虾味非常浓郁，它里面添加了真实的虾肉，含量达到10%。酥酥脆脆，鲜虾味非常浓郁，这么一大包咱们吃不了，就是自封口咱们给它封一下，特别的方便，追剧的时候来上这么一大包真的超级过瘾，这个价格到手满满一大包，这个大洋房咱们赶快去薅，不要再去超市里面买3块4块一袋的了，你看一下咱家这个价格到手才合1块来钱，而且都是旗舰店给咱们发货的，保证正品，都是恰恰家的咔吃脆，而且都是非油炸的薯片，都是混合口味给大家发货的，有原味的、烤翅的、香锅的、泡菜的，还有烤肉的，还有这个番茄味的，很多种口味给大家混合发货的，一个到手才合1块来钱，这个真的太合适了，姐妹们啊！这是咱们追剧的时候呀，就来上这么一小包，又香又酥又脆，嘎嘎解馋。这真的太合适了，真的别去超市里边买那个好几块钱一包的了，咱们这个也都是真正的大品牌恰恰正品啊，真的是又香又酥又脆，而且吃起来一点都不会油腻，非油炸的吃起来没什么负担，这盒到手才合1块来钱，真的太划算了，你看有人地区物价稍微便宜一点，这一包也差不多卖到2.5块了，我们爱吃小零食的咱就放心下单，都是旗舰店给咱们发货的，保证正品，这可真纯纯的大羊毛了，9块9、7块9的都靠边站，连5块9都不要你了，4块都不到，3开头咱们就带回家了，而且它都是这种铝合金底座的，你看它底边是这种360度可以旋转的，它底座的部位还有手机靠背的部分都是给咱们带这种防滑垫的，而且它是这种高度可以伸缩的，上边的这个手机支架的部分也是可以180度无死角旋转的啊、哦，用起来都特别方便，还有这里是可以伸缩的，你看收纳起来也特别方便，平时咱们比如说装到包包里你就这样一收一点都不占地方，特别的方便携带，而且它的稳固性也非常的好，无论是你这种大的手机、小的手机，还有平板电脑放上面都是非常的稳固的。你看我这样用力晃它就晃，要不然你这样放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12.9英寸以内的平板放是完全没有压力的，姐妹们啊！你看它这个升高的部分，无论是你把它升高还是降低，你就这样放它都是很稳固的，都不会晃动的。像咱平时用的话也特别的方便。它下边的这个部位，平时咱们在使用这个手机支架的时候，你充电也是一点都不会耽误的。它下面这个360度旋转的这个小齿轮的声音，听着真的好解压呀。咱们给它收一下啊，这样轻松就给它收起来，平时咱们出门的时候比如说想录个视频啊，记录一下生活啊，就把它放到包包里，你看一点都不占地方，特别特别的方便，主要是这个价格真的是大羊毛，那也就是一根冰棍的钱咱们就能到手一个这么好用的手机支架了，这纯纯的大羊毛，这个咱必须一单两单的好。